一零甲新零年，码头区公所里今仔日一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上午九点，在码头区文化馆举办除旧布新、两转乾坤迎新年的活动。特别邀请书法名家陈春良、谢永田、杨进雄大师现场挥毫，多款春联供民众免费索取，同时共赏名书、行吟流水，借此发扬书法文化艺术。一同迎接典新的龙年到来，馆内由图书馆阅读推广大会活动，加组间传心情、梦幻五彩星的社区儿少加新住民混彩艺术联展，展览作品供大家一同欣赏。码头区长刘世雄表示：“好，各位大北门好新闻网的所有好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是码头区长刘世雄。那今天我们利用在1月21号，我们就是办了一个，就是一个现场挥毫啊赠春联的活动，以及我们图书馆那个兑换活动，包括我们因为国家清洁周，我们有一个资源回收的一个兑换哈。那也搭配了卫生所这边的一个 XBB 的一个疫苗的一个注射哈。那让我们整个那个码头这边整个的那个活动都能够把它结合在一起哦。那包括我们的儿少站这边也有相关的活动在进行哦。那也希望。也先提前跟大家拜个早年啦，祝大家龙年行大运吼啊，幸福幸福龙火令安尼好啊。那个部分的话，今天就是也有一些市集的活动，包括一些政令的宣导部，我们都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可以来。今天如果有看到这个新闻的话，都可以来我们麻豆这边来走一走啊，然后也来体会一下相关的一个活动。那这边现场也有一些市集的一个活动，那我也欢迎大家，希望我们这样营造一个进入一个过年之前那个气息哦，能够带给大家一个好年的开始哈。那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都能够心想事成。谢谢大家，谢谢。区长写大龙年大吉，对。我们今天是我们麻豆地方所办的哈，除旧布新。龙转乾坤迎新年的活动，那我们今天除了涵盖我们这个春联以外，还有我们文化馆的我们儿少站的那个展览的开幕，还有我们响应环保还有资源回收兑换在我们卫生所的前面配合我们环保局的一些，像去年有登革热那我们就有配合资源回收的兑换还有我们的联络大街在我们的那个文化馆外结合国家清洁组资源回收兑换活动，本区相关特色产品单位，还有防灾登革热防疫性评以及有多个机关政令宣导活动，让民众感受良好的年节喜气氛围之余，也爱顺时居家内外环境做好引导清刷，也将防灾观念。环保意识、阅读素养甲各项政教知识内化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今年将举办地点选择在码头文化馆，融入台南四八的概念，整合码头丰富的人文、艺术甲在地产业资源，庆祝迎接台南四百年。诚挚邀请居民朋友一同共襄盛举，新的一年迎春贺岁。码头区公所祝大家龙转乾坤，又保平安，龙年大吉，有缘相见，好运拢总来。以上是台北门新闻网报道。